很多帖子说我天天吃鸡排，吃的是面包。今天给你们看一下是不是面包了。你再说我是面包，这么大的一个大鸡排啊，15斤大龙虾，来点这个蒜蓉调料一定。这大鸡排，铁子能不能给他一个双击？太大了，比我的脸都要大。过瘾，辣椒，双击双击呗，太过瘾了。斥巨资搞了一个海里的菠萝，别的视频可以不要双击，这个视频能否赏两个小双击，必须是麻辣版的。漂不漂亮？漂亮。如果觉得漂亮的话，能否赏个双击，吃吗？吃。喜欢吃，欢迎双击。香辣大帮头就喜欢吃这种辣。秒今天给你们来吃一个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带子。肉就这么多，这就是它的壳，比我脸还大呢。吃带子要吃它的中间的精华，就这一块，纯面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吃了。喜欢吃双酱，喜欢双酱，鱿鱼包饭，自己做，感觉有食欲的老铁双击加关注。海鲜一小锅又出了黄金鲍鱼，来老婆吃，开吃，太好吃了，鲍鱼肉，老公你手艺也太好了吧，是咱们家海鲜啊，太好吃了，就是啊，哎老婆，咱俩海鲜啊，跟哥姐介绍一下好不好？行，那你拿过来，让哥姐啊也尝一下。朋友们，我今天吸个超大的龙虾尾啊。吸出来的话，记得给我一个双击，只要一个，男的一个，女的一个就够了啊。
太辣了，太不容易了，给个双击吧，给就给一个吧。嗯，好久没有挑战一口焖了，不知道我张大嘴有没有变小。今天咱来挑战一口焖，如果我能焖得下，老规矩，请您赏我一颗小红心。今天来一个正常人正常掀锅盖啊，不敲，我们来一个用筷子哈，吃鲍吃大鱿鱼，看没有？哎呀，大不大？过瘾吧？吃大鱿鱼要吃先吃头啊，嗯，嗯，过瘾哦，嗯，爆米花哈，还有双鸡米啊，给一个呗，这么老实的渔民就靠你们的支持。支持就支持一下吧，给个双击吧。爆头，哥姐们，最近身体有点不适啊，感冒了啊，搞上几只龙虾，给自己补一补啊。非常肥啊，壳是非常硬的啊，就不给你们上料了啊，因为感冒啊，嗯，非常的弹，非常的 Q 弹，嗯，嗯。喜欢吃的哥姐们，记得给老弟点个关注。嗯，所有的最好都不如刚刚好。来，小二上油。哇塞！太香了啊！来，一口焖。今天来一个双爆八爪鱼，大胡子上料。好嘞，咱家秘制的红油，赶紧的，继续。还要？继续继续。吃不得辣椒能行吗？你说你一天天的。不拼，咱家哥姐是不会给我小红心的。爆头。朋友们，看在我媳妇这么拼的份上，给我媳妇个双击，谢谢。嗯，大绿背啊，这是一个绿背，里面就是这一块肉最有精华的，来，给我淋点红油，淋在这个肉上面，就是这一个大袋子，就这个肉是最有精华的，就这一点点。哎呀妈！哎，绿背它叫绿背。啊，这块肉最香最好吃的。带子肉。嗯。这个边也可以吃。特别香。来，哥姐们，开饭了！今天给你们吃个大鱿鱼啊！有喜欢吃海鲜的哥姐们，多多支持老弟啊！